不会啊。你以前有挑过扁担吗？没有。就是以前那个乡下的时候，就是人力是最好的一个那个资源，因为没有车子啊，没有动物可以帮你拖，所以就是人自己背。嗯。所以你刚刚觉得舞台上的毕，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大红大紫。是。舞台下的毕书尽，还是能够认真坚持做自己。是。对哈，所以在这边专辑五月底就要发行了，再跟大家说一下话 ，BF 们再来喊话一下好不好？五月31号要发行毕书尽的第6张个人专辑，对，然后这次的创作是也是过一半了，就是这个创作有很多，所以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我的创作，还有跟很多像维里安，还有很多音乐人一起合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新专辑。也很期待全新的巡回能够呢早点回台湾哦。祝福大台中毕书尽，耶！谢谢毕。